所以我就会过来。 就是走个15-20分钟，然后就上车，就去另外一个活动。我们是其实一天应该走1万步的，所以我时常带着这个来提醒自己。如果有时候忙了一整天才3000步，那么我回到家临睡前，我就会在那个花园公寓里头的花园呢，我会尽量的去走多2000步。你看，如果我们的首相93岁，他今天还去骑马，还去踏脚踏车。 你想我们的年纪也不过是我的年纪是可能是他的一半，或者有一些是他的1/3，不是更应该重视那个保健？